中国女排香港主场力争四连胜，蔡斌率队不学郎平，远离代言，赖雅文立大功。目前距离2023年世界女排联赛第二周的比赛还剩2天的时间。众所周知，中国女排在第二周将会在中国香港迎来主场作战，这对球队来说无疑是一大利好消息。中国女排很有希望继续保持连胜步伐，在世联赛首周比赛。中国女排成为全部16支球队中3支全胜队伍之一，仅以小分排在波兰女排之后，暂列第二位。而在来到第二周中国香港站，中国女排面对的四个对手分别是加拿大、保加利亚、波兰和意大利。前面两个对手加拿大和保加利亚对于中国女排来说够不上太大威胁，而与波兰女排一战很有可能是决定榜首之争的关键一战。波兰女排是全主力出战，同时他们的队伍最大特点就是年轻，极具冲击力，并且身高有优势，球队多名球员均是欧洲各大俱乐部的主力，这也是波兰女排在首周获取四连胜，甚至3-1战胜意大利、3-0横扫塞尔维亚两大强敌的最大原因所在。而中国女排在面对波兰队的时候，一定会做最困难的准备。从首周4场比赛来看，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女排能够获取胜利，因为目前的这支中国女排带给了外界很大惊喜，蔡斌值得被信任。而如果中国女排能够战胜波兰队的话，那么很有希望在第二周的中国香港站中获取全胜，因为这站的最后一个对手意大利女排依然不是最强阵容，球队核心艾格努依然不会回归。要知道世联赛首周的时候，意大利女排仅取得1胜3负的糟糕成绩，但之后从意大利女排公布的世联赛后2站名单来看，主力球员并没有回归的意思，所以作为卫冕冠军的意大利女排对本次世联赛确实没有太高的要求。中国女排面对这样的意大利女排，获胜的概率还是很大的。而上面我们讨论了中国女排在世联赛第二周的四个对手，除此之外，中国女排在第二周的最大利好消息无疑就是主场作战，我们将占据天时地利人和。而就在中国女排一行来到香港之后，受到了当地球迷的热烈欢迎。中国女排在香港红馆进行热身的时候，现场看台更是座无虚席，这无疑给予了中国女排极大支持。要知道蔡斌率领的中国女排在来到香港之后显得很低调，就是在香港红馆与中国香港女排进行了简单的交流活动，并没有参加额外的代言活动。中国女排也是抓紧时间积极备战。其实中国女排在夺得里约奥运冠军之后，郎平携众弟子经常出现在各大品牌的代言活动中，其实这也是他们应得的。不过东京奥会的滑铁卢却是难以让球迷接受，显然这与球队在东京奥会周期内接受过多的代言活动有一定关系。而就是在今年上半年，赖雅文上任国家排管中心主任之后，颁布了巴黎奥运会参赛运动员的选拔办法，其中最引人关注的一条就是关于广告代言方面的纪律要求。而这或许是蔡斌率领中国女排来到香港之后减少参加代言活动的重要原因。中国女排是目前中国三大球领域唯一一支获得过世界冠军、奥运冠军的队伍，在当下国家体育总局要求振兴三大球的大环境下，中国女排无疑要起到带头表率的作用，用优异的成绩去回报所有人的喜爱与支持。而就是这样一支冠军之师，显然进入国家队的球员最为重要的无疑就是要将为国争光摆在首位，不能靠着过去的成绩来获取更多的利益，站在过去的功劳簿上永远是不会获取进步的。所有人都懂得这样的道理，但是要做到所有人都满意确实很难。赖雅文是最了解中国女排的一位管理者，她18岁进入中国女排国家队，经历了34年的默默奉献，终于成为了目前中国排坛的掌门人。在过去的34年时间里，赖雅文经历了中国女排的辉煌，也经历过低谷，她相信中国女排一定能够重塑辉煌，但是这个过程势必不会轻松。如何做，赖雅文的心里最清楚，那就是要摒弃外界一切杂念，踏踏实实训练，一步一个脚印不断向前。因为老一辈中国女排就是这么走过来的，顽强拼搏、永不言败的女排精神永远会激励一代又一代国人奋勇向前。